哎，对，就这样捧住了太阳。这里美得不像话了。大家关心我怎么没有更新，我阳了，今天又被表妹拉到海边。对呀，夕阳快下山了，你看这个景多美，渤海。今天是第五天没有更新影片了，实在是没有力气。烟台的表妹说："你跟我出来看，我们这里很多人阳了，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。你不要一直窝在家里不出门。"那我说我们的感觉就是阳了，不要出去。今天是我阳了的第八天，这次的症状更严重。上次是喉咙特别痛，痛到晚上起来哭。这一次是耳朵特别痛，头像要爆炸的感觉，两条线一直3天才下去。表妹说今天一定叫我到烟台的海边来看看，这次是来看望姑姑。他们一家人没有人阳，只有我一个人阳了。可能我在车上，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被感染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来到大陆，你一定要小心，千万要小心，你一定要备足了药。我这次回来真是损失太大，毛病太多。今天晚上天气比较凉快，走到这里，看到海边的景色，心情好了一大半。烟台是一个海的城市，周围都被海洋包围。这里是重庆的仙女城市，这个地方不大，但是这里的人都很热情，讲话也很形象，环境非常鲜明。这次阳了是全身无力，表妹硬拉我出来看街头大妈跳舞，也有中国老爷们跳舞。老爷们儿也跳广场舞，像是个当兵的，没一条多好。不是光老大妈跳，老爷们儿也跳。中国现在老大妈、老大爷都一样了。烟台的老大妈、老大爷。你这两表妹说你出来看看我们阳了以后是怎么生活。你这老娘们儿跳，她这个舞特别带人心。她这什么舞哈？跳得很好。你真是，俺跳得好哈。你能跳多好？这样跳减肥哈，减呐，都没有胖的哈，嗯，你也来跳嘛。看着看着，我好像忘记了病痛，其实今天还是很不舒服，只是没有了两条线。姑姑说一定要出去走一走才能好。这两天我都看见大家的留言说小娘怎么了，怎么几天都没有更新了？哎，这次回来真的是状况百出。阳了一次又一次，在台湾什么事都没有。你们光看不会过去跳吗？啊，你特别去打扰人家。你要过去跳啊？你在这盖了下顶着的。在大海边跳舞多好。哦呦，你看，你看夕阳，你看。多漂亮！就你刚才看我们大陆就这样了。天天挑人。表妹说这个人是他们的邻居，他们夫妻都来跳，就是因为阳了以后他们一直这样加强锻炼。我的表妹阳了以后血糖就高起来了，咱不知道在这里阳了状况百出，什么毛病都有。表妹以前没有血糖高的毛病，自从阳了以后血糖一直高，我很害怕，所以这次阳了真的很难受，全身酸痛，上一次比上一次更严重。那他们就是一样的舞，既不舞又不原则，违背基本。我去看了中医，中医说你一定要加强锻炼，你一定要多走路多喝水，说这一波更严重。所以今天晚上表妹一定要带我出来来海边看中国大妈、中国大爷在海边跳舞，我来看了，这个场面真的很壮观，也看到了他们对生命的珍贵、对身体的呵护。现在阳性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平常。有了。他们说有一些可怕的，大
家都这样，不一样的人。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长没有，它这里因为开发区那是沙滩，这里还是落潮啊！你看，你看，这不落下去了吗？落潮啊！不是落潮吧？这里夕阳快下山的时候，这里它是一个地标，就是从这里可以坐船去大理，上面看着青岛的风景，一闪一亮，就是夜晚的航行灯，也就是指挥你的前进方向。我都有七八天没有出来了，感觉两条腿都无力，都不会走路。这一波的疫情更严重，如果你要来大陆，一定要小心。在大陆会不清晰的发生什么事，你无法预料。烟台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城市，周围都是海，海景线的面积很大。晚上大家自娱自乐，在这里唱歌的、跳舞的、打鼓的。如果你来到这里，自然而然病就好三分，心情就会好起来。大家都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，我怎么觉得每一次我想打算回去就给我病倒一场，我都觉得回不去的感觉，一病就是一个月。上次阳了是5月1号，中到6月1号才慢慢好起来，中间又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小插曲。因为实在是没有力气剪片子，所以断更了这么多的天。今天被表妹硬拉出来海边走一走，吹吹海风，就是哈，看看小朋友，好像病情好了一大半的感觉。好歹这里就跟青岛现在只剩下一条线可以出门。我光疫情加上3年，我就7年没回到大陆。烟台这个地方，我是08年来过一次，再没来过。所以这里的海边现在变化很大。如果你有，它这里跟青岛的海边差不多了。这里的人很好客，讲话经常不像，一不是一，一不是。啤酒节要15号等我们去喝。下去你也没局限。没有。哎，晚上灯光挺好看哈，看这里，这里，他这写什么字，看不懂，太近了看不清楚。如果不是第二次又阳了，这些病情我等于拍摄给大家看了。第二次阳的症状就是先眼睛不舒服，鼻子不舒服，然后感觉皮肤凉凉的，接下来晚上就发烧。跟第一次阳的症状完全不同，所以分享大家，请千万不要忽略流鼻水、小小的发烧，都是二次感染的症状。今天特别分享大家，请大家注意，来大陆千万千万要小心，感染的几率太多太多。谢谢大家的留言与问候，我好了。